1949年8月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兰州，形成了从东、南、西三面对兰州的包围之势，于8月21日打响了西北解放的关键战役。止血钳。然而，止血钳。国民党马家军凭借南山屏障和黄河天险顽固抵抗，同志，我军进攻，马上就好，出战受挫。首长，张团长来电。张团长，请讲。报告首长，我们幺九加强连的战士全部牺牲，敌人的火力异常凶猛，不像是一个连的兵力在把守，而且他们有重武器，我准备派两个尖刀连紧紧拿下高坡山，请首长指示。停止进攻，把部队撤回营地待命。从这次试探性进攻来看，敌人的防守非常的顽固，如果继续强攻，部队牺牲太大了。总部首长要求我们重新研究作战方案，要知己知彼，才能掌握战斗的主动权。应该立即电讯告知城内的同志，必须尽快的得到准确的兰州城防图。喂，老郑吗？哦，张政委啊。没有任何消息啊，电台可能被敌人破坏掉了，现在不知道城里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，再等等看吧。有消息立刻告诉我，部队在等着呢。是。我军大捷，正好共军坚强战斗，不报敌方。好啊，出战大捷，一举粉碎了兰州地下党组织。好，我知道，这次你可是头等功臣，国之栋梁，前途无量啊！站长，您过奖了。这次行动之所以能成功的，是我们全体兄弟们一起奋斗的结果，我个人微不足道。嗨，按你这个成绩，他马司令应当重赏你的。可是韩景勋说，破坏地下党是他的功劳。他说宪兵队抓了300多共匪，而你只不过抓了区区十几个人。站长，他抓的那些人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共产党，而我这十几个人个个是真金白银。行了行了，大敌当前，还不是评功论过的时候，来日方长吧。不过我们保密局要为你庆功，奉局长之命，任命你为稽查处长，授予忠孝军衔。谢站长。李总，大夫给您请来了，这是梁医生。我们准备手术吧。干什么呢？不知道现在封城了吗？哎，老总，老总，是这么回事，
我放这群羊啊，有十只是替韩司令放的。这城里边啊，没有东西吃，这就是羊要是都饿死了，那韩司令不就没有羊肉吃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？那要不然，你给杨副官打个电话问问。站长。哎。喂，杨副官，这有个人，他说是给韩司令放羊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？啊，王老四。杨副官，他说他叫王老四。让他出去吧。是。放他出去。哎，走，好，谢谢。走，哎，走。走。吕座，再坚持坚持，一会儿就好。吕座，好了。梁医生，谢谢你喽。吕座告辞了，要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。一会儿，代我向你们站长问个好，顺便替我送送梁医生。好。文瑶，进来。见过梁医生。梁医生好。你好。吕座多保重，有什么事情，只管召唤我就是了。好，慢走。请。哎。梁医生，嗯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：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上帝吗？有。那也有地狱吗？你可以看看这个，谢谢。告辞，慢走。老王同志，终于回来了。陈书记，屋里坐。好。城里情况怎么样啊？城里情况很不好，是吧？陈书记啊，党组织被破坏了，电台也被他们搜走了，25个同志都牺牲了，可能还有几个同志，我跟他们联系不上，城里戒严了。等我回去以后呀，想法再跟他们联系一下。部队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拿到兰州城防图。这样能让同志们的伤亡少一点。进来。处长，小刘回来报告说，今天有个杨官出城了，而且还解除了公费。找到了？没有，杨官放在羊里面有韩司令家的，所以我没敢轻举妄动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国企都守城成败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管是谁，一路给我抓下来。是，站住！小五，以后做事都有点心。知道了，处长。就。说不说？还不说就好了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啊？处长，这狗日的骨头真他妈硬，打死都不说。
杀了，看他们还有什么招数。这个康立行，从来就没有把老子放在眼里。老子的杨官他也敢杀？他说杨官私通共匪，是共产党。他怎么不说我私通共党啊？这个康立行，集合宪兵，把他给我绑来，就说他是内奸。吕座，咱没证据啊。康现在是处长了，他可不是咱马家军的人，动他，上面会不高兴。现在又是非常时期，上面要是查下来的话，说咱为了个洋官，恐怕不太好收场。我看，最好还是等待时机，等揪住他的小辫子再收拾他也不迟。吕座，您以为如何？好吧，照你说的去做。是。张政委，郑书记，有情况。昨天冒险出城，和我们联系的王老四被敌人杀害了。那就联系不上城里的其他同志了。我，来，坐坐坐。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联系，这个人呀，长期潜伏在马家军内部，我没有动用过他。到了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，他很安全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和他联系一下。成败就看他了。好。行了行了，输了还磨蹭个啥呀？七哥，借我点。你先拿着玩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好，谢谢七哥。哥慢走啊！来来来，再来再来。地质所呼唤，地质所呼唤，3231-4279-8876-7-3551-4677-7789-8789-0911-5909。进来，处长。监听组昨晚9点监听到地质所呼叫勘探队的奇怪信号。看来我们这儿还有不少的共匪啊！被呼唤的这个人。应该潜伏在我们内部啊！康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请坐。志强，同学这么多年，那天我偷听了例行的电话，才知道你是共产党。我也知道这些年他杀了不少你们的人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丈夫。现在解放军把城都包围了，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？如果这样，你们是不是可以饶了他？
小云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当年康立行叛变，有多少地下同志被他出卖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他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，这样的人还配饶恕？志强，那是我在特务的手里，立行他也是为了救我呀。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为他赎罪，行吗？小云，我知道你很善良，可是康立行，你太不了解他了。我知道你跟康立行是不一样的。小云，你愿意为兰州的解放事业做点事吗？你说，我能做点什么？你说。好，现在解放大军急需兰州城防图，以你的身份应该可以拿到，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？好，只要能为他赎罪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好，太好了。啊，小云，现在这里不安全，我从后门送你出去。他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不知道，说要调他们班去执行一个任务。啊。文瑶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外头这么乱。家里不是更乱？小点声，老爷正在气头上呢。他是个反动派，我还生他的气呢。我真后悔没有早点把你嫁出去。看你说话的样子，还真像个共党的学生。哼！哼什么？你不就是又想杀人吗？今天若不是我，你早就被枪毙了。一天到晚疯疯癫癫，你还嫌我的事情不够多吗？一个孩子，你懂什么？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拯救国家，幼稚！你冷血，我从此跟你势不两立。哼，势不两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好好给我看住他，不许他乱跑。等我打完了这一仗，再来收拾这死丫头。都成什么样子了？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臣如此是说，鉴于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将符合你的内心。至于你的内心，你的罪孽，确定是他吗？绝对没错，就是他。我跟了好几天了。他是韩旅长的女儿。那个号称老牌剿匪功臣的韩锦薛，他的女儿怎么会调转枪口呢？处长，又一个目标出现了。说。
刘老师跟我们开会来的，我刚才啊把咱们出来刷标语的事儿跟他说了，他非常担心，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让咱们不要冒险，让咱们先回家。你害怕了？文瑶，现在非常危险，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。你说真的出现什么事儿，咱们可能连兰州解放的那一天都等不着了。哼，那你干嘛不在家躲着呀？ 子弹快！来手举起来，举起来！！能跑是吧？不要！不要！快跑！啊！来了！来了！来了！你们快跑！快！ 处长，这人是京城师范的老师。，那人谁？不认识。 查一查那小子是谁。韩小姐，韩小姐，来，你先进去。 出去看看情况，啊，给你收点。哎，给我接杨副官。杨副官，明儿晚上有空的话，一起喝点酒啊。 德月楼，几点？六点。好的。嗯。他们走了。 杀死了！上帝会保佑他的。是我没有听刘老师的话。刘老师说不让我们出去的，他说让我们等兰州解放，去迎接新生活，将来就可以建设新中国。可是我不想就这么坐着等着，我只是想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所以我才跟孟烨出去刷标语。 我也没想到，是我害了刘老师。韩小姐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，好吗？
还有就是你是个学生，你不应该让政治左右你的生活，你懂吗？什么叫不应该？你知道吗？刚刚他们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老师，你说他们还算是人吗？我会杀了他们，我要杀了他们。韩小姐，你不要太激动。其实，在某种意义上。 他们也是被爱的，因为他们在愚昧地执行命令。主告诉我们要去挽救每一个灵魂，而不是通过暴力的杀戮。你懂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们都不是人，他们是鬼，是恶魔。 小姐，就算杀死他们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就算是你把他们全都消灭了，那又能怎样呢？其实我想说的是，通过消灭肉体的方式，是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消灭罪恶的。难道你认为有脱离具体的人而存在的罪恶吗？那你所谓的抽象的罪恶又是什么？ 我想，你曲解了我的意思。我没有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抽象的罪恶。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愚昧。处长，那天见到的男郎。 是孟树理的儿子孟业，是个共产党。京城吃饭还有多少公费？这个还没查出来。这样，你马上到京城吃饭，把孟校长给我请来，我们从京城吃饭下手，顺藤摸瓜。好。 兰州就要解放了，你逃不了一死。我情愿跟你一块死，但在死前，你能不能停手？不要再杀那么多人了，啊！小月，我回不去了。 孟校长，我今天把您请来，是去跟您叙叙旧，叙叙咱们的师生情谊。我不认识你。18年前，我曾是您的学生啊。我记得那时候，你和我们讲的是知识强国。我想不起来你这个学生。 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兰州人都知道，凡是能在这里摸到石头的，就意味着家中会有灵儿光耀门楣。
我知道你老有一个好儿子，可奇怪的是，您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您的儿子却是共党。不可能啊，孟烨一直在我的眼皮底下。但是现在是紧急戡乱时期，任何人只要有通匪的嫌疑，国家就会对他处以极刑。孟校长，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孟校长，我今天把您请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挽救我们的国家。你们这样干，救不了这个国家。应该让你感受一下丧失亲人的痛苦。来人，把孟烨给我带进来，就得正法。是。畜生，别伤害孩子。快走。他不是我儿子，你们滥杀无辜啊！过几天我去你们京城吃饭，到时候请你把京城吃饭所有共党的名单给我交出来，否则的话，就别怪学生我对你不客气。老白，把他儿子给我监视起来。燕儿，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没干什么，我去同学家玩了。现在时局不稳定，从明天起你不许出去了。爸，你老是这样，怕东怕西的，你永远窝在自己的蜗牛壳，所有人都像你这样，那中国哪还有希望？混账东西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要卷入政治漩涡，那是政治家的事儿。你只有埋头读书，打好了基础，将来会有你的用武之地。再说那些小儿科的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哥，七哥，我跟别人不干，我和你干，你绝对够哥们儿。七哥。不瞒你说，兄弟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我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我就可怜我这一家妻儿老小，共产党一来，他们可就跟着我受罪了。哎，别说这些，这事情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呢吗？就算真到那一步，你放心吧。我会照顾你家里人的，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再喝一个。来，哥，来，哥。你瞧你那个熊样，啊！这事情不还没到那个程度吗？再说了，咱们不是也在积极布防吗？布防？布防个什么呀？尽会出折腾。是啊，尽会穷折腾了。哎，还说呢，那天我看见司令部警卫室的人全都调走了。哎，你说他们这是去哪儿？都说调到韩旅长办公室布防去了，也不知道布防个什么。不说了，哥，今宵有酒今宵醉，干，干。
再喝一杯，再来一杯，来。 谢参谋，对不起，木人长 文瑶啊，快去收拾东西，你爹派李亮车送咱们去武威，去武威，送我们走，那他人呢？一大早军政署就派人来说要抓什么共产党的情报员，你爹就走了。文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走，我要看着兰州解放。妈，求你了，这个时候别任性了。 不好意思，杨副官，让你亲自跑一趟。废话少说。那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那把门的钥匙，只有你和韩旅长有。您能告诉我，您的那把钥匙呢？钥匙，昨天晚上喝酒，不知道丢到哪儿了。喝酒？你和谁在一起喝酒啊？ 怎么了？喝酒怎么了？管你什么事儿！你喝出大事了。城防秃顶了。请你告诉我，你和谁在一起喝酒？齐守恭。
谢谢医生，不客气，防止伤口感染啊。嗯，好的。送到三号病房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在您的医院借住，我已经无家可归了。只要解放军一进城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行，医院已经被部队征用了，我没有办法安排。可是。 您这儿不是还有防空洞吗？那更不行了。一旦战事真正开始，伤员的数量会急剧增加的。防空洞就是为那个准备的。你现在最好回到家里边，跟你的父母待在一起，因为只有那样才是最安全的洞房。可是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没有家了，我必须留下来。请您让我在这儿借住。我不白住的，我可以给你当护士。 我在学校的时候学过急救。韩小姐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这儿不需要您。梁医生，有重伤员。来了。我不管，我必须留下来。我现在真的没有地方去了，学校都已经停课了。 王叔，等一等！你是齐参谋？管他什么参谋，赶紧收拾了走。王叔，他是好人。去年我妈得了病，我没问我来要钱，我哪来的钱啊？多亏了齐参谋给了我2块银元，才治好了我妈的病。他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！齐参谋，齐参谋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 那好，我就放他一马，咱们走。王叔，你先走，我不能丢下齐参谋，我要带他进城治伤。哎，你个瓜娃子，什么时候了？谁看顾得了谁？我不能丢下他。你给他治伤，你有钱吗？我找梁大夫，他是个好人。你个瓜娃子，你就找死吧你！ 把你忙坏了吧？累倒不算什么，就是心里挺难受的。他们都是农家子弟，现在却被战争驱使着成为了杀人跟被杀的工具。
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他们都是愚昧的在执行命令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他们都只是病人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我觉得做人不应该像你这样活着。我只是一个医生，只要病人需要，我就会去帮助他们的。至于别的，我都没有兴趣。走吧。你看，这个防空洞啊，是抗战时期建的，当时是为了防止日本人轰炸。你看，我在这儿还建了一个简易病房，没想到现在倒是派上用场了。你放心吧，这儿很隐蔽，无论你发出多大动静，外面都听不到。你为什么会当医生？我曾经有一个妻子，她像你一样善良、热情，喜欢帮助人，我们过得很好。后来她病了，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救不了她。她走的时候和你一样年轻。那你治病救人，你就不问问你的病人是谁吗？哪怕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呢？主说了要仁爱，我们会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。可是，人不能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。你应该出去看一看，外面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惨死。他们有罪吗？梁大夫，梁大夫，怎么了？这是梁大夫，救人！来，快，急救室。子弹挺深的，需要马上手术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个丫头我看不住，她跑哪儿来了？哭，就知道哭。吕座，康立行最近猖狂得很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那康立行算个什么东西？成天想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弄得兰州城鸡飞狗跳。有种，有种！
就跟共匪真挑实拣的去干去。吕总，咱可不能太傻了。自打开战以来，就属咱们旅伤亡最大。咱要是把老本都拼光了，别他妈说了。我和共匪不共戴天，势不两立。听着，千万不能让大小姐落入康立行手中。是。伤得不轻啊，缺席大战没了。你们几个听着，所有的医院和小诊所给我仔细盘查，只要阻拦的话，给我格杀勿论。是。通知韩司令的宪兵部队。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让开！您好，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，有什么事情就请您跟我说吧。听说有共匪混在你们伤员里边，现在所有医护人员全部集合，快点，都给我靠上站好了。好吧，大家都站好。没有伤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哪个部队的？你们俩把这逃兵给我带走，不准带他走，找死啊！看清楚了，往这儿打，看我父亲不剥了你的皮。你父亲是谁？韩锦勋。他是我的卫兵，你连我的卫兵都敢杀？不，大小姐，误会，误会啊！我们也是执行您父亲的命令。缉捕这人，他是个共匪分子，如果混在伤员里边，请立即通知我们宪兵队或者是稽查队。走。如果要是有可疑的人来救诊，就立即上报。好。好点吗？好多了。医生，你看见我的相机了吗？你马上走。不行。你现在不能动。说实话，保守的估计还得治疗一个月，而且你听我的，心情平静对治疗是有好处的。不行，我是大夫，听我的。对不起，
我睡着了，你醒了。好好照顾好病人，我先去查一下房，一会儿我们把他挪到防空洞去。医生，谢谢。好好养病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我知道你是作战处的齐参谋，你是想把这个送出城去吧？保密局稽查处的人现在到处在搜查你，我相信如果你一旦走出这个门，马上就会被抓的。更何况你现在伤得这么重，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刚刚你就已经被抓了，更何况你在这儿还能指望谁啊？梁医生他是不过问政治的，现在只能我帮你。你就相信我这一次，行吗？如果刘鹏老师在的话，他一定会相信我的。刘鹏，我知道你是共产党。刘鹏他是我的老师，是他教我认清了革命的道路。可是他为了救我，牺牲了。你把胶片交给马三牛肉面馆的老板马三手里，告诉他是雪山交给大海的，还有一定注意安全，这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办好的。大小姐，杨副官，吕座说了，请你务必回家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你不要让我为难，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，吕座也下令在全城搜你了。那好吧，我跟你回去，我们从这边走。我进去跟我同学说几句话就出来，这总可以吧？好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你把这个呀交给马三牛面的老板马三，你告诉他这个是兰州的城防图，你让他送给大海，他就一切都知道了。我现在被人给盯上了，时间非常紧，你一定要快。记住，这是组织考验我们的时候，事关重大，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我誓死把他交到解放军的手里。孟校长好。嗯。孟烨，你不能出去。爸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您不用管。哎呀，外边危险，你不能出去。哎，你。爸，
不希望您是个懦弱的人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呢不要怕啊！我曾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现在是紧急戡乱时期，任何人只要有通匪的嫌疑，国家就会对他处以极刑。你们学校的刘鹏老师，因为通匪，我们已经把他就地正法。不过，还是有些党国的敌人混在你们当中。比方说，孟校长的儿子孟烨，他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？你们有谁知道，就马上告诉我。大家呢，也可以早点回家嘛。不必站在这里受罪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你们把共产党给我交出来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可能会使你失望，我们这儿没有你想要的人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请大家开开眼界。处长，这里是学校，请你遵守民国的法律。少校，少校，少校，老师，孟校长，他们的生命可是捏在您的手里啊！您要是再继续顽固的话，我可真的无能为力了。你。你们要是不把共产党给我交出来，我就一分钟杀一个。你想活吗？嗯？我问你想不想活？我教人，他们去马三牛肉面馆了。回去吧，校长。说，老板哪儿去了？快说！不说，老子崩了你！他跟一个小伙子往黄河边去了。小五，在后边盯着。
文瑶，你们年轻人有理想，这我都能理解，但不能无知到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作对，违背自己父亲的意志，就是最大的不孝。你想想，一个不孝之人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吗？啊！喂。报告李座，刚刚接到通报，康立行又击毙了两个共党分子。两个共党分子是谁呀？他还真行啊，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。就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就到司令部。吕座再见。给我听着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家给我待着。爸爸，再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女儿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给你惹事儿了。这就对了，听爸爸的，吃不了亏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完成任务，还害得两个同志牺牲了。不是你的错。是敌人太阴险了，没时间哭了。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去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把柜子里的香气。相机坏了，你家有相机吗？我爸爸有。好，你拿到相机，把它藏在包里。在你父亲出去去巡防，或者不在办公室的时候，你佯装去办公室找他。程风图就在办公室里，把它拍下来，把胶卷拿回来。好。保证完成任务。韩小姐，今天你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？李队长，我帮我爸爸取东西。这里有什么东西是要你来取的？我帮我爸爸取东西，也得向您汇报吗？啊，不敢，不敢。这是胶卷，没别人发现吗？没有。一定想办法找到城外的解放军，
找到郑书记，告诉他，雪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他就会相信你。梁大夫，请你把这个人交出来。对不起，我这儿没这个人。梁大夫，你是个连谎都不会说的人，你连照片都没看清，怎么就说没这个人呢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搜。我没有时间跟你捉迷藏，来呀，给我搜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我不说过了吗？这里不用查。滚！不好意思，梁医生，把您这儿搞得乱七八糟的啊。没什么，梁医生啊。希望你能够体谅我们，现在是非常时期嘛。不瞒您说，我们现在正在盘查一个受了伤的空档。兰州城的大小医院我们都进行了排查，只有您这儿我下令没有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谎言的嘴为上帝所厌恶，行事端正的为他所喜悦。圣经我读了，那就好。好，梁医生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公正的，定会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和罪过。你明白就好。打扰了。处长，昨天晚上站长坐飞机去台湾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咱也得为自个儿想想，这兰州肯定是保不住了。老板，我听说你已经把老婆和孩子送走了。处长，咱也不说官话了，我死了没关系，可我得为家里留条根呢，不然的话，我对不起祖宗啊！别说了，你走吧。不行，处长，要走，咱俩一起走。走。
走了吗？真的，太好了！刚刚我的心都要被吓碎了。康立行不会就这样走的。立行，我们一起走吧。看来我们也到了该分开的时候了。我这个人的缺点你知道，一直不够坚定。这些天我很后悔，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？可当时我想你，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受苦。回想我们一起奋斗的时候，我们多幸福啊！没想到，连你也背叛我了，是吗？立行。对不起，你不能再杀人了。最心爱的女人用枪指着我的头，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，就是让你死得好看一点。请您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康立行，你太阴险了！你给我闭嘴！带走！啊，不行，他是我的命，今晚这会儿不能带走。康立行。行，我跟你拼了！文扬。
文瑶，文瑶！康丽行知道拦住保不住，就把文瑶杀了，连夜逃出城去了。他在哪儿？我给他治过病，我知道他藏在哪儿。来人，集合宪兵队，把他给我抓回来！ 多远？就在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不对，再走就进共军的地盘了，撤，赶快撤！站住！